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游戏了，下一个剧情了。那我们从副队长那边拿到刀子之后，我们可以切开这里，然后可以进下一个地图。木板可以那个窗户有一些僵尸跑进来，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木板去挡僵尸进来。好，先回去一下，因为我们的道具栏有限，所以我们不必要的东西先放回去。这里是柜台，好，感觉东西，这边死路。这种最讨厌的，一下动画一下又马上接着打。我啃他。咦？啊，没事，走。右边有东西。好像不能进去，要钥匙的样子。OK。好，这边把它锁起来。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啊！我刚刚太早锁了。耶！哎，我他们要进来，意思那算了。我老师的。
好，这个打法是以前世代在打的打法，先让他倒地砖用砍的，比较不要浪费子弹。好，没有木板了。这里是会议室，这个是事件记录。由于突然爆发大规模骚乱，我们在酒店设置临时收容所，所有紧急接需以市民安全为第一要务，我们一一全力安置民众。午夜场我们发动攻击，造成一名员警死亡，三名人员受伤，嫌犯已迅速遭到制服，只是纯粹集中压力所引起的一时冲动，而冒名吸取警局，造成部分人员死伤，所以数名幸存民众安然抵达收容所，那一样无法逃离此处。9月27号1点左右，西侧又发生一起冲突，12人死亡，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。大卫福德。警察局一楼地图。OK。那个等一下。还有东西吗？好像没了。没，看起来是没了。没东西。OK。这边东西。子弹。太棒了。前面。在干嘛？他没看到我。看到我了。小刀无敌。死吧。好，死了，都这样了。就知道你会站起来。浪费。各位啊，恶灵古堡是这样玩的啊。这边有东西吧？没有，你都死了，想吃零食？没东西。好，走。这里是，我先走这里吧。储物柜终端机键盘少了几颗键。OK， 好，就是我们找一个备用按键嘛，就是这个吧。好，少了两颗。203 OK。这里是
看起来有卡片。OK， 这边很多道具，所以要找到按键才能拿。好，走。哎，不对，一，哎，是一系列的是可以开的，102。104有东西吗？好像有哦。这个，没有吗？有吗？106可以。那我们先捡106了。胶卷，然后109子弹，103、102捡不到，好，先拿子弹。去另外一个办公室，西侧办公室。暗房，先不要过去好了，先走这里。吓我一跳！哦，我原本想砍他的，来不及砍。有火药，火药使用，火药二，火药高级火药，火哦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西侧办公室。西侧办公室，然后这边有个密码。好，这个是左九啊，1234567890。15，1234567891011215，左七，12345678，确定？没有。那我等一下再等，我们等一下再回去这里。没有武器，没有弹药，激烈交战，我们早已精疲力尽，无法活出去，只能从校园大逃跑。显然这是博物馆的时候，弟弟一个寒冰岛。我们先前没有尝到他的建议，但是可是现在那听起来没有那么糟。我们无法是不是真的有通道，也不知道下水道是不是爬满了僵尸。但是我也不想干坐在这里等死。艾略特·爱德华，他已经死了。我们等一下再上去。这边有东西。菜鸟的第一个任务，里昂，
你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交给一个很特别的任务，就是打开你桌子的锁。任务者成功在我们名字的锁字母。应该按照我们桌子顺序输入字母，在你的办公桌两边各有一个锁，两个锁都要打开。基本上，你第一项任务是记住所有同事的名字。不过，我想已经查到这点，对吧？祝你好运，这样。提醒你，你可能需要多费功夫，才能让史瓦克直接给你答案。博拉纳副队长，潦草的血迹在转角处。菜鸟，你应该高兴你不在这里。OK。所以是名字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只看到一个、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这里。这什么、啊？看不清楚啊。N 还是 N？N。N 一哦 ，OK， 二一，这个嘞。NED。NED OK N R 那你的咧 MRG 别再动了我的位置欸，一样 S Kennedy 组合 OK 好，还有什么东西忘记了的？这密码真的不是吗？这是汽车办公室吗？对啊，这一次有了，耶、yeah ，腰包 ，OK。其实密码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看那个看网络上的，可是那密码在哪里找啊？哦，子弹太棒了！好，那个按键在哪里啊？我还是找不到。靠，应该没东西了。哦，大家看到吗？我又康利昂，可惜大家都变僵尸了。好，这个门看起来是通往大厅的那个门。好，这看起来是没东西了。我们走刚才那个长廊吧。好，走。喂，好，走。好，我们就等他出来吧。喂，不嘞，不嘞。对，还会起来啊！算了，不要等他了。你就慢慢这边吧。
蹲下正好，他好像正好啊，哇，断了，哇哩嘞，好，坐起来，啊呀呀，我没有刀了。这个一定会起来，所以我先帮你解决。你好丑，你头钛合金的，铁做的哦。哼，还好你有留子弹给我。这一层好了，一个警察学校弄得这么大吗？哇 ，OK， 这是红色药草，玩过《恶灵古堡》的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红色可以跟绿色结合，然后这个可以补更多的血啊。好，这里是。等一下再去。我靠腰嘞，干！我讨厌这种会吓人的。再来啊！来啊！我以后开门都要这样，气死我了。可惜是保险箱，这什么？哦，有操作说明。打开全部指示按钮，都可以开启保险箱按钮。特定的按下顺序跟按错顺序。嗯哼。那 OK， 快没东西了，都你啦。所以这个密码是什么？我来看一下攻略，这个是这个地点在哪里啊？总盘所二楼，警察局二楼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弹药。警察，然后嘞，哦，选择按钮，哦。一个转盘才能进去。OK，OK。我到底是在玩《恶灵古堡》还是在玩解谜游戏？好，我们上去吧。吓死我！这个
可是几楼？三楼，三楼也有一个。好 ，DCN，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，大家去看攻略就知道了。这个是，没东西放了。我觉得我需要回去一趟了，东西太多了。这是要丢东西的意思吗？不要丢吗？刚才不应该先捡那个？好，那个我们先回去放东西吧，很快转掉。